我要去拍电影，你这样子还要去拍电影啊？无法长到这样子，不男不女去当导演，谁要给你拍哦？鬼才要给你拍哦！到了，给我出去！红脚大将就这样子。 妈妈刚刚打给我，什么事情哦？我们每次都这样。他们不了解你，你知道他们为你做什么吗？为什么你每次这样？妈，回家，你去帮弟弟点钱来给弟弟先。好，等下我转钱过去。你懂你做了什么吗？你看，你站着不要多说先 ，OK， 哥哥多说先。 所有积蓄，让你读电影，全家都为了你。我们总是这样，面对外人时，总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、最好的脾气展示出来，而面对家人时，我们总觉得这是他们应该的。 这不是梦。如果这是现实，那你会把握好这次的机会吗？ 那个钱想转。
其实我爸也很喜欢电影，有没有可能这也是他的梦想呢？只不过他为了家人，为了我们而放弃了。那我又能为这个家做些什么？其实今天不是18号，现在也不是6点。这不是梦，这不是梦。OK， 来起来。为了家人，为了家人。最后一个，我们现在拍，然后就完了。OK。完成梦想，完成梦想。如果这样子拍会怎样？应该是 OK 的。